哇哦！ Wow, 看到我们后方已经在烟火释放当中，请我们台上启动仪式的贵宾们入座，一块儿欣赏国庆焰火秀。为各位介绍，第一段你所看到的是“守土卫国，你我同行”，将是以焰火秀为主，呼应世界和平、人民自由的普世价值的论述观。以气势磅礴由国军乐队所创作的交响乐进行曲，展现守土卫国你我同行的主题，再以捍卫进行曲、幸福蓝图进行曲的乐章来欢庆国庆。首先大家现在所听到的曲目就是捍卫进行曲，展现出国人捍卫国土的决心。紧接着为大家献上的是第二首的曲目《幸福蓝图进行曲》，将在国人捍卫国土之后建立幸福家园。
第三首曲目是国防部会操上半场组曲，要来邀请国人守卫国土，你我同行。可不可以用掌声回应一下？太美丽了！接下来，各位朋友，将您的手机、相机、摄影机准备好，无人机准备登场了，而且是要搭配串联焰火一块空中演出。第二阶段是以农工嘉义领航起飞为主题，一共会出动600架次的无人机秀，为凸显今年国庆焰火在嘉义县的在地性，呼吁嘉义县太阳之都、农工大县的城市定位。航太科技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成效。
好，各位现场朋友们，您现在所看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图形也就是我们国庆主视觉的 logo 了。无人机能够顺利的高挂在天空当中，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团队一个热情的掌声？太美丽的这 logo 是让大地绿、海洋蓝、暖阳黄、天幕青这四色的线段向中心慢慢的汇聚集合，代表的是融合四面八方的声音，让多元的声音都被听见，也呼应了标语“你我同行”的精神。好的，各位现场朋友们，无人机正在慢慢的转换当中，您所看到的就是地球北回归线以及台湾，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运行当中的地球，散发光芒的台湾，还有通过台湾的北回归线，现在呢正在嘉义的夜空当中旋转着、扭动着，也代表着台湾被世界看见了。台北爱乐演奏目前搭配的是日出嘉义阿里山的日出，搭配的是无人机的展演。非常的开心，虽然风速在接近六级的情况之下，依旧是为各位献上了无人机的展演。它的图形呈现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一些风势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变化队形的过程当中，依旧是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看见台湾的美好。各位现场朋友们，无人机正在变换他们的图形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所看到的，你认出了吗？刚才游院长特别提到，在这边呢有我们的阿里山，阿里山的日出呢是代表着嘉义的象征，而现在所出现的图形就是台湾。无人机是从地球北回归线到3D 立体的台湾，诉说着台湾的生命力。现在看到红色的线条就是北回归线通过了嘉义，也是今年2022国庆主角。之外，无人机的队形也正在变换，待会呢即将在嘉义故宫南院高空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无人机图形是嘉义阿里山日出。团队一个热情的掌声。阿里山日出，阿里山的日出一直都是代表嘉义的图像，有山有海平原组成的嘉义阿里山日出，照耀着阿里山。看到我们的图形也正在慢慢的转变当中，而嘉义同样也在蜕变，由传统的农业县转型成为农工大县，保存着农业的根，并且是发展的智慧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引进了工业发展，建构了科学园区，农工并重。刚才所说，农工大县，恭喜嘉义县成功蜕变，不断进化。
产品极光哈密瓜，代表嘉义十八个乡镇的十八条绿色的线条，描绘出的是甜跟甜美的意象，象征的是农业的起源。从此开始，嘉义 Yummy 强样作为嘉义优先的代表。现场朋友们，我们热情的掌声！现在无人机看到这样是 Space 嘉义，是以嘉义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研发研究中心进军无人机演奏的品牌，透过 Space 嘉义的连结，把中科院与台湾各大无人机业者做整合，打造出属于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队形在改变，音乐也在改变。现在是集合了嘉义县出生的台北天王叶启田的成名歌曲《够凶》，宝岛慢播《爱表嘉义牙》。而在无人机的部分，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什么呢？猜到了吗？您即将看到的是永鹰号，这是台湾国防自主的国际国造的代表，更是我们守土卫国的象征。守土卫国，保卫国家。
快队形当中，我想大家依稀的已经猜出待会即将要呈现出来这四个字样，同时也是我们今年国庆主视觉的口号，守土卫国。那么这是用王羲之的字所来做呈现的，再次回到了嘉义，也希望所有的台湾的各地的朋友有机会都到嘉义来走走，因为现在故宫南院当期的特展就非常的精彩。即将在空中为大家呈现的是目前正在展出的非常让人着迷的作品《谜样景泰蓝》，这是目前正在展出的闪亮亮的掐丝珐琅翻莲纹瓶。掐丝珐琅也就是景泰蓝，它是指在金属胎上以金属丝勾勒出图样，再反复的燃烧珐琅釉打磨镀金，而成为彩色非常斑斓炫目的作品。台北爱乐，刚才听到这一系列的组曲，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以第三段“相信自由，勇往直前”的口号，带领我们进入下一段烟火秀的高潮喽！现场朋友们，现在无人机正在变换，您猜到接下来要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图样了吗？顺着这个笔画，我们慢慢的看下来，我们要送给台湾“平安”两个字。在后疫情的时代当中，我想看到平安是更加弥足珍贵。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用故宫典藏的书法名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平安何如赋菊三帖》萃选出来的“平安”两字，要来祝福台湾，祝福所有台湾的人民，祝福世界平平安安。平安这两个字也是故宫南院生日 party 当中我们看到的特辑的主题，希望不管是在台湾哪一个角落，都能够平安顺利。接下来队形还在变化，像是现场朋友已经期待已久了，请大家给予最热情的掌声。为您呈现的是巨幅的国旗在故宫南院夜空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三种颜色代表的是民族与自由、民权与平等，以及民生与博爱的精神，爱国爱家。在国家守护此刻，我们才能够享有民主跟自由。
掌声谢谢台北爱乐团所演奏的邓雨贤《四月望雨》的主曲，同时大家的掌声我们要也献给顶着强风帮我们圆满顺利演出的无人机的团队。刚刚接到的相应的消息，如果今天晚上的风势维持目前的状态的话，第一段取消的无人机表演将在9:30为大家献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曲目，我相信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你也一定可以想要一起哼唱杨培安的《我相信》。待会呢还有任贤齐大家所熟知的歌曲要送给大家，配合我们今天的烟火秀持续在高空当中为大家绽放。
真的让人目不暇接的烟火的释放。紧接着美丽乐章之后，为大家献上的是我们嘉义县出生的台客天团伍佰的交响乐组曲一块冲冲冲，要冲出世界第一顶，还有您熟悉的你是我的花朵。
声谢谢台北爱乐管弦乐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谢谢我们林天吉指挥以及所有的乐手老师们，谢谢谢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包括我们的烟火释放团队还有无人机团队，谢谢你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小英总统莅临活动的现场，恭送总统。现场的朋友们热烈掌声，谢谢总统今天全程参与，让我们今天晚会焰火的释放能够在总统来到会场之后，哇，真的是第二阶段的无人机也能够顺利的登空，绚烂的烟火真的是非常美丽。大家也不要忘记抬头看一下，今天天空还有一轮明月高挂天空。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 ending。